确定你还想要听吗？真讨厌我的脆弱和太敏感的性格，这些我跟你提过吧。安慰别人的道理我那么多，还以为我真的都懂了，但有时明明笑着，有时候也不算寂寞，心突然就痛。亲爱的，你说这到底为什么？有没有谁的人生能真的永远快乐？亲爱的，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让每个埋在心底的伤口能开出花，再结成果。眼看天又亮了，2019新的旅程，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 SNH48 Team F2 的蒋云。今年的目标是比去年更好，所以就希望大家给我投票吧，谢谢。